霍思燕和杜江的宝贝儿子恩亨，自从参加了某亲子真人秀节目之后，备受观众的喜爱。因漂亮的脸蛋与特殊的发色，被不少网友赞为混血王子和恩亨大王。10月25日，杜江带儿子恩亨现身机场，霍思燕亲自来接一家三口，其乐融融。恩亨大王在机场先是坐在行李箱上，对着镜头比手枪姿势，还扮鬼脸，古灵精怪。随后又自己拉着小书包，雄赳赳，气昂昂。霍爸爸亲昵摸后脑勺，十分受宠爱。坐上车后，在妈妈怀中，朝着窗外镜头挥手，开心离开。